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HSK 一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20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很高兴，很高兴。看电影，看电影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写字，写字。二，三块，三块。三，12:45，12:45。四，不想看，不想看。五，在饭馆儿，在饭馆儿。第二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这是我的书，这是我的书。现在开始第六题。六，我朋友是医生，我朋友是医生。七，电脑怎么了？电脑怎么了？八，我现在去吃饭。再见。我现在去吃饭。再见。九，
你的猫在上面。你的猫在上面。十，打电话的那个人，你认识吗？打电话的那个人，你认识吗？第三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你好，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，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现在开始第十一题。十一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你说什么？十一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你说什么？十二，太漂亮了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十二，太漂亮了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十三，你喜欢吃什么水果？我爱吃苹果。十三，你喜欢吃什么水果？我爱吃苹果。十四，你今天去北京？是，今天下午去北京。十四，你今天去北京？是，今天下午去北京。十五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学习做中国菜。十五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学习做中国菜。第四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
例如，下午我去商店，我想买一些水果。他下午去哪里？下午我去商店，我想买一些水果。他下午去哪里？现在开始第十六题。十六，今天太热了，你多喝点水。今天天气怎么样？今天太热了，你多喝点水。今天天气怎么样？十七，我住607，钱先生住608。谁住在608？我住607，钱先生住608。谁住在608？十八，没关系，我们明天开车去那儿。他们明天怎么去那儿？没关系，我们明天开车去那儿。他们明天怎么去那儿？十九，爸爸没睡觉，看电视呢。爸爸在做什么？爸爸没睡觉，看电视呢。爸爸在做什么？二十，这些杯子都是我昨天买的。杯子是哪天买的？这些杯子都是我昨天买的。杯子是哪天买的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